可以知道的。有啊，有浇水，还有烧火，烧火。很多。因为在练习，还会开始搞一搞。他就要开始搞了。当初盖这个的时候没盖好，饭都卡住。饭都卡，这卡在桶里面没了哎。对啊。谢谢。那不要在这边生了吧，就干脆一开始就把它丢掉了。它又很容易掉。我先把这两个收起来吧。蛋糕还有吗？可能要做咯，里面还有冰箱还有一些。啊，归还。好呗，没有。
动作。牛奶不够。牛奶。没错，牛奶不够。妈妈，我去拿一下蛋糕。蛋糕在冰箱剩一个，我先做三个。牛，牛在这。哎呀，我们家很厉害。好混乱啊。你说你的蛋，你的蛋是放在哪个？没有说那个冰箱啊，不是蛋啊，怕什么球来咖啡？哦，最左边那个箱子。左边箱子啊。这左边的箱子左下角有51颗帕里球。哦，帕里它跟果实长得太像了。帕里它，它只剩几个，我只剩。打开箱子，果实箱满的，好帅呢。全身级这个，这个龙龙牛娃娃，全身级电器时代，帕鲁金属矿超难烧哎，确实，那个没放火四级出来，烧到天荒地老。种大师没错，龙好像太抗力。哇，你敢信？暗龙把石头全挖光了，挖烂了。你在给我散步。去第二进去抓那个大成功啊，看我没有鼻子大师出来，我忘记了，我没有手枪这个，把手枪子弹无体子弹怎么这么多啊，无体步枪子弹怎样，我是打怪掉的，然后我们又没在用，所以雷在那边超多。打怪掉的捕捉力要怎么看，现在的捕捉力多少，我要把面包。哎呀，我要把面包。
那个球上有些不多呢，球上好像有些不多呢。我李尔，我要去哪去？你有去过第二禁区了吗？有啊。加踏深度，食物是不够他们吃的、啊，没有，因为我还在做，还在做。哦，没有，他们超会吃的，在外面吃，都把你榨干了烟花。哇，你空一千多个，我要搬回家烧。哎，你这个营地有会烧的吗？是不是？哦，我烧回来的，因为没有烧。对哈。平花发现了最有效率的方式。哇，这挖矿最有效率，对，带一群阿努比斯炸弹。没错。哎，你卡住了那个。进去的怪怎么也有点难抓、啊，那你等级还是蛮高的吧？对啊，没事，刚刚零食太难。啊哈！他后面的怪发现我在抓他同伴。啊哈！
吧。完蛋了。可以换一个搬运工吗？啊，吃好多了，吃这么多还是别来占人家的位置。猫猫，哇哦，火四工作坊，你是指挥官，你觉得他是占人家的？我们消防也有招人，这顶多带一只踏穿兔吧，我们这边就完全成型了。哇，有有有，速度有感哦！我要去做一堆生菜沙拉给你吃。我没想到要这么多吃才速度有感哦。我是在偷懒的，我看到了。嘿，好大哦！巨大龙心大卤蛋，这是什么玩意？我装一装。龙吸炮弹启动。我们伸出了一只水玲珑哦，啊哈哈，好可爱！他是喷水型的啦，啊不对，他是去砍树的啊，他会说什么？他会浇水水跟彩筏哎。然后没有运动健将啊，摇他摇，you
值得放在这里好好欣赏。绵羊的话放这里，绵羊临时养成带的。他是善良的流水之人。金边呢，它的翅膀。它这种呢是只能配种出来，还是说它们其实有在地图上，只是我还没看到。所以我们是不是有很多地图还没看到？哦，只能配。我没有开的，好像只有一只哎，其他的都有，我只有一只没有显示出来，其他全部都显示了。哎，图鉴上面有显示，表示你遇过，你有经过它。那我剩一只没有经过，我不知道是谁。那你刚刚是不是有开了这个八零的水玲珑？八十的。因为我刚刚，因为我刚刚去配了这只，好像是只能用配这种。哦，那你66，你66是什么？我66，我应该看的没你多，我没有66。我只有66没有。那我看起来的66，不知道是什么。我108没有。看不出来。原来你说什么没有？108，我108跟二108圣光骑士那个在108109的圣光骑士混沌骑士，你看过我的吗？圣光骑士他在那个沙漠最北边，右上角的沙漠的最北边，他在那个最上面，沙漠最上面，第三进去的左边。哦，有很多的配种是预测，但不能，它不会显示。真的哎、欸！哇，空窝龙是一耶，是最后一只这样打的，是不是？没有错。66噬魂兽。噬魂兽什么？看一下。哈。哦哦，我知道是魂兽了啦。哦，哦，这只不难见吧？对啊，这只在黑市有卖啊。简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家用电量已经到一只发电鸟不够了，笑死！你这么破那个，你的效率啊！你看我们现在烧什么都超快的。一直按那个直接往下，看啥都很快啊。然后我再把楼上的工作桌全部都升级一遍，就是效率中的效率。武器桌感觉不用升级，反正没什么在做。
唱歌好的哎。吉玄佑有没有什么？不是矿山首领跟关关。海格力斯。工匠精神的吉玄佑根本没用。工匠精神，吉玄佑好像可以跟安努比斯。没电喽！如果安努比斯替换一些出来了，我好狠！安努比斯在配工匠精神，肯定会把这张东西打过。快，还要更快。可是我们现在那么多阿努比斯了，我有点浪费。就是再配几个蛋糕，然后花点时间。我搞一个发变强的，波鲁杰克斯发电室。这些驯鲨人怎么抓的啊？就正常的抓法，就是去蹦蹦它，然后有手抓它。这个气王王有神速跟运动健将哎，快点帮我查，帮我查气王王有没有什么坐骑能合成？快点，赶紧的，赶紧。气王王有什么坐骑能合成是什么意思？他有坐骑还是怎样？就是他可以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配种，然后让那一个配种是整出来是坐骑，然后他就会继承神速跟运动健将，他就会超快。我不知道怎么帮你看。不能，他们说不能，真的吗？真的不能吗？我不信。不能又不信，妈的！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气娃娃，怎么可能？他一定有。冠老板，他一定有人生的。不信，气娃娃配种。冠老板，先买吗？要先买。撕掉很冷，我说他不能骑哦，没有，我是说他有没有？看来59块，那59万不管了，先买。哈哈，再1万块，我不管了，我先买。哎，这个冰刺锁有脑筋耶，有脑筋。哦，气王王加草莽猪等于苍夜狼哎。多做一点蛋糕。为什么蛋糕不能做了？我们缺面粉。啊，你先去冰箱拿，我做。冰箱里面有好几个。冰箱里面有5个啊，你先拿。我做好都会放冰箱，你看冰箱有没有？哎，没有，我们有蛋糕，我们有蛋糕。冰箱和。有有有。我觉得如果我去睡觉，你在这边玩的话，我们这个家会饿死。哈哈哈！天之冰，有做蛋糕。如果我要休息，一定要关掉这个录音机，不然过不了2个家。2个家缺席。太忙了，太忙了。他们采集出来的东西，你还要手动搬到冰箱关过。你会盲鼠，还要烧矿石。好，哎，可是我们猪是不是没有什么好吃的？就是猪情绪不稳。嗯，我可以再刷，再去给他买点猪。这里来，这个叫方向，这个好看。
干嘛？我找到噬魂兽，可是它是无底之灰，所以我不想买它。噬魂兽是啥？就是你的66没有看过那只，在黑市里面的。去破败教堂抓吧。那我去抓一下。烟花，我们要定个时间，关台，12点要休息。12点休息哦，小羊。乱提。我真的跟你妈一样，还要叫你几点睡觉？你错，我妈才不会叫我几点睡觉。啊？我们睡觉，先睡。我说很像一般的妈妈会叫女儿。的事情。我真的是你妈。开始逼妈妈。妈妈。女儿，我没钱了。妈妈最近手头紧。女儿身上有51万。身上有57000多。妈妈，我养你，51万。麻烦你了，お願いします。有一个4级放电绝对够了吧？可是可能要2级。没有，我刚刚用一只2级的狗，因为我做东西又烧控，然后我们做的东西又太，真是烧超快的。我们现在其实有一点点不太缺矿。应该要提早换成阿努比的，但是受不了。现在很多哦，现在球跟什么的多烂，球要不停的抢，啊，变人家不见了，宝贝，掉下直接变猪肉是怎样啊？啊，我们家的阿努比是不是有变少？有收吗？哦，有，我有收吗？我有收吗？剩3只了，我再看。啊，算了，我用黑石刷好了。你可以帮我放一只有用点的出来。谁？阿努比斯。那好。干嘛？啊，因为我刚刚放那个男商人，所以。哦，你放商人。就忘记啥放。难怪想说那手工怎么都没人在做。我觉得刷刷的字就可以。放电很会变，电满。
等一下，你的那只巨大蜘蛛是什么属性啊？巨大蜘蛛。对啊，你不是有一只巨大蜘蛛吗？是好的蜘蛛吗？哦，那只铁臂金丝。好，玩家防御10%。给我。有用吗？没有，我要去配种。OK， 好，那个我放了，你拿走吧。OK， 太好了，我根本就不需要去找了，在那边给忘了。你有需要什么磁条吗？嗯，我现在就是想要配出很，我现在在刷黑市嘛，所以我在看。我的意思说，你有需要什么磁条？我看我有没有啊，我直接给你分刷了。哦，因为我也不知道要什么物种的磁条。你需要工作狂吗？哪一只的工作狂？凯莉，凯哥，你你还要看角色？嗯，要看角色啊，要看那个东西配出来有没有用。抓兔子啊！看我怎么抓兔子去啊！想要帮兔子抓兔子。有派克隆脑筋。脑筋。我有一只绵悠悠，认真。绵悠悠，大配种。不要在那边跟人家凑什么热闹啦！去玩。认真点好不好？过来。不要。啊，对了，我好像忘记看男的女的。怎么样让他们的食物可以直接放到冰箱？你们是啊不，这两个是男的啊！你的猪没用了。如果我放满杂物，他们会放到冰箱里。好痛！哦，好痛！如果我把里面都放石头跟那些。猪怎么是王啊？你这只猪在哪打的？啊，这只猪是王啊，地下城遇到的。啊，对了，忘了啊哈！抱歉，地下城遇到的猪猪王啊。昨天挖的是猪猪王。我们去偷挖掉你。相信会找到真爱的。有没有高级饲料箱？嗯。哇，怎么能那种保冷的饲料箱？对呀，怎么会如此？其实我有时候在想，这个地方是不是我没见过？
贱平，就是贱窝的。你看我现在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超平超大。你啊，这里啊。哦，有可能。但这里超平超大，然后什么都没有。你想说其实是不是他们的初衷，可能是希望我们在这里建窝的？来不及了。我可以拆掉一个据点啊，然后我们那边重盖一个新的，整个大移民，然后怪全部一口气搬过去。而且这旁边有那个固定箱，就下去就是固定箱。你是那个私地教会的移民？对，这真的是超夸张，平的不可思议。确实啊，有不好的话。这里没矿，没有，我们的矿也不是在这里集呀、啊。我们的矿，我们的矿哦，前面这边就是一大片空地，超大一片，而且右边更大片。你现在看是左边，右边这两边，他是没带路啊。哦，好大。好宽啊，好宽啊！就只有这里超宽。有猪？不傻，你们看到我们那边？啊啊！猪！我让他冲过去，感觉他一脚就把他踩死。不要！两等，两等，那个冲过去撞一下就死了。给我取130。哎，工作狂哎！我要工作环境吗？应该是。好多米基哦。性别是哦，对，性别，你的性别是女生。哒哒哒哒，中奖啦！抓你回去交费，好吧？我抓一堆米基回家。抓一堆啊！你可以生。米基哈，把他们升级。对啊。啊，你米悠悠满了吗？还没。你现在不需要米悠悠了，啊、他们变把米基杀了。你去做那个优质球，然后优质球可以不用打他，就直接抓。怎么浪费？我身上篮球都没在用。哦，也是。真的是种猪了，乱讲，不要乱说。来了，好嘛。哟呼！我没进去啊，哎，我来不是叫你睡觉的哎。绵悠悠怎么会弹我的球啊？他刚把我的球拍掉哎、欸！真的、啊？你不过是个绵悠悠而已，还敢把我的球拍掉？喜欢，跟绵悠悠说了不行。不过就是个绵悠悠，还敢嚣张？好过分！我要喵的三个月订阅，谢谢。是个烟花。哈哈哈哈哈！他才不是我，我是棉花糖。看棉花糖，脑筋又强势，还一反常态。
书中明悟哟。骨质疏松，都已经这么短了，还要骨质疏松？吃的很好办。企鹅加天羽可以生夜胖的，夜胖的这个女王蜂就可以生会飞的，它会飞不是人。乌蚁是会飞的，这也不鸟哦，哦，好像可以哦。你怎么知道是什么？夜探达，这颗女王蜂可以把我们女王蜂吃的，好像也蛮好的。我听你们，我的我听你们好像。哇，无敌机结石大师，真认真。啊，有小鸟喂，那我要配个小鸟喂。很难的，广告。这弱不禁风是女神。没关系，我去打一只。可是我生一新的 PPG， 然后再他再试其他的，那他会幸福的。如果他一新，然后喂给零星的，他会变会继承吗？好像不会吗？不会吧，不会吧。当然这个很酷哦。No。现在这个皮皮机就没办法了。来吧，那就只能是个皮皮机了。那只要用枪干就好了。换这个之后，真的效率差很多。没错，快来帮忙捡矿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没事。我身上好重。你先，我好像可以捡了。我只是以为你来了。没有，我在家里。应该捡完。我从来没有看到什么阿努比斯觉得军呆之类的，真的，他们好勤劳。可能因为吃掉好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也忘了。看这四颗菇在那爱数啊。完蛋了，我下不来了。大型火炉。
大型火热。拜托，一定要继承这两个磁条。好、有他所有的继承呢，他还继承了一个落地天空。防御减十，至少好像够了。防御减十，我想想，应该还好。我先揍一个那个。很简单。